情它不像你想象的那样，有无情的海浪，路过绝望就能成长。那一种感受像镜子里的窗，回不完的凄凉，难道过往拉住你不放？去遗忘，等时间来清偿，任彼此观望，却无心无常。我已尽量不让我的心走到荒凉，年轻的翅膀太难承受超负荷的伤。谢谢大家。
这个、哎哎，有好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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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ello， 又见面了，又见面了哈。是的，我们每次没事没事，我先稍稍打断一下，你们那个那么大的灯牌能举得起来吗 ？OK、OK， 等一下，每一年呢，我们都会帮助大家拍一张被拍的，所以今年不会错过。所以等一下拍被拍的时候，麻烦大家举起来。现在你们先放下好了哈。那今天呢，麻烦我们。我想说一句话哎。哎，你说。今天你们为什么看上去有点怪啊？你知道为什么？怪什么？什么哪里怪？怪好看的，撩到我了。这个也是他们在直播间教我的。是我们的官方摄影老师，记得抓紧时间上来哈。然后在摆拍这个照片之前，我们简单的问提莫几个问题。好的、哎，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呢，我们 Timo 的首个个人演唱会就要开始了，是吗？对的，对的，我的个人首场演唱会呢，在8月3号重庆，然后会举办，希望大家可以来听我唱歌，也欢迎大家来重庆玩。好，那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是否愿意在我们的主舞台上帮我们透露一下，在我们的个人演唱会上会有什么样的歌单呢？肯定基本上全都是我自己的歌曲，因为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出了10几首个人单曲了，然后呢陆续还会给大家发行更多好听的音乐作品带给大家，然后就在今天凌晨也发行了一首手游的主题曲叫《闪烁之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啊。是的，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我们 Timo 的新歌。我们的摄影老师已经到了，那我们一步至舞台中间吧，我们和粉丝一起被拍来。这么快啊？对，来，我们先拍完。我要跟你们合照了。是。来来来，可以举起你们的灯牌。尽可能的让我们看清楚你们的应援牌，好吗？才举得起来吗？来来来，我们会转身。能拍到，能拍到。来来来。哦，好的好的。那我蹲下好了。对，你们说说。我需要蹲下吗？我好像也不需要蹲下哈。哎，这个等会儿我们会有个问题问题目，要对你们粉丝说什么？结果你们现在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啊？什么？多吃点。我有点听不到。来，我们这样，一二三，一起来，对对对，喊好不好？大声点，一二三。我也爱你们，我真的就是，我觉得好好看啊，这个颜色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对对。那我们现在先一起来合照，好不好？是是是，哎。对，这个，把你们都拍下来，一定要摆个美美的 pose 哦。这合影，这个老师要不要站在高处拍会好一点？你们要不要站到上面去？啊，比几个动作啊？哎，你们记得到时候去搜这张照片啊，一定有啊。然后哪边我们一起吧，每一年我们都跟提莫合影，借个光，借个光。哦，好。借个光，借个光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好。好，来，拍够了吧？哇哦，比心哎！好的，非常感谢我们的 Timo。那我觉得其实一首歌我们好像没有听够。没错，刚刚我们还有问题没有问完嘛，对不对？这个 Timo 还有什么想要对粉丝说的吗？刚刚有讲到。哎呀，其实我本来想了一些土味情话在台上要撩你们的，结果一上台太紧张了，都忘完了，好气。比如说有一个什么一二三木头人那个不准动，然后最后你会说我输了，然后他会说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来来，你们知道答案，来，三二一。心动。因为他们。六六六六六，因为你们心动了，对吧？对。哦，可以。好的。我又学会了一个。好的，非常感谢我们的提莫。那今天一首歌不够。一首歌够不够？行，那我可以多唱几首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我们的提莫，好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好好的，谢谢谢谢。你们吃饭了没啊？吃了。你们应该说看到你我就不饿了嘛，对不对？你们要多吃点，多吃点，好吧。哦，小诺的，我看到你了。
今天辛苦了大家，真的，我看到大家在超话的照片了，然后都在应援点发放物资，特别的感动。你们要多喝点水，不要中暑好吗？好的好的。那下一首歌呢，也是我的歌曲，叫做啥呢？记性有点不好。下一首歌是一首非常高的歌，既视感，然后也是 After Love 系列的歌曲，希望大家喜欢。也许是发了疯，病的是你还是我，两个空洞铺垫了千万种，最后却更出喉咙，你带不带种，这一幕突然感觉陌生又熟悉，曾经在哪里，画面里有那时的我，那时的你，我听见你说，想在你的耳畔深深呼吸，想在你的怀里面眨眼睛，想被你抱在风中静静的窒息，重叠在你字里，想在你的耳畔说没关系，想瞒着眼泪说声来不及，想被你抱在风中静静的窒息，重叠在你字里。是着了吗？说的是对还是错？相识的梦，如今还懂不懂？会不会痛？这一幕突然感觉陌生又熟悉，曾经在哪里？画面里有那时的我，那时的你。我听见你说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这首歌叫做《既视感》，然后呢，也是我的 After Love 的一首情歌，希望大家喜欢。然后，喜欢吗？谢谢你们的喜欢。保护一下嗓子啊，因为我明天还要在副舞台表演呢。那你们到时候声音沙哑了咋办？没关系，有关系。看到你的鞋子，辛苦了大家。好，然后下一首歌呢，也是送给喜欢听我唱歌的小伙伴们，还有就是来到现场的各位观众，还有直播间的小伙伴们，送给大家的一首歌曲，感谢跟你们遇见，然后感谢的一首，就充满感谢的一首歌曲，送给大家，叫做《清空》。
好的年华，曾与你相遇。谢谢大家。好了，我唱了几首歌呢，都是比较轻轻的、悠扬的。我觉得下一首歌呢，在现场的观众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我怕大家会有点疲倦，然后想睡觉，所以呢，我想唱一首比较开心一点的歌曲。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呢，大家应该都会唱。四个字，你们猜是什么歌呀？哦，我觉得这首歌应该很开心，然后希望呢能够带给现场的观众和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开心的感觉。然后一首佛系少女送给大家，会唱的小伙伴我们就一起唱，然后期待你们的口号哦。有点气喘吁吁。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，唱完呢我就会去那个样舞台彩排了。然后大家如果想看我彩排的话呢，可以去看我彩排，因为明天还有一个样舞台的表演，也是晚上8点钟，你们会来吗？好，等你们哦。
嗯，最后一首歌呢，其实我个人非常的喜欢，然后也是江夜的插曲。对，这首歌呢，非常有一股淡淡的忧伤，然后我觉得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就感觉，看到了满天的星星一样。然后下面呢，最后一首歌《星星宇宙》送给大家，希望在这么炎热的夏天带给大家一丝凉意。好。大家辛苦啦，保留一点嗓子哦，然后我们明天见。还有就是明天之后呢，我们也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签名合照，然后还有一些心意礼物送给到现场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只要过来我都会跟大家一一合照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在嘉年华玩得开心，然后也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，还有直播间的小伙伴们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谢谢。我们俩都不想上来打断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画面太美了，是吧？我现在是要过来还是怎么样？没错，我觉得每一次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。就像刚才，我们都舍不得打断了。是。
好，那么当然了，今天这个表演才是开始，因为明天还有哈，所以希望大家保重身体，记得刚刚我们有讲过，八月多少号呀？要去哪里呀？哎，好吧，一定要去支持我们冯提莫的第一场的演唱会，肯定有很多的惊喜是的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的提莫还有彩排是吗？为了更好的把节目带给大家，所以我们现在让我们的提莫稍稍休息一下好吗？好的，辛苦了，要跟大家说再见咯。好的，大家也辛苦啦，我现在去彩排。好了，再一次感谢我们的 Timo。 好，那么接下来的这一份表演呢，也是异样精彩。